林立文，Take Two，Action。OK， 你有斑点的困扰吗？你有暗沉的困扰吗？门已经开了，你刚刚坐在这边的时候，你说你是强调保湿、美白、美白。太紧啊！好失控的代言人哦。如果今天你们这个人没有买到的话，你们一定非常失望，老公一定会被抢走，男朋友一定会被调走，因为这个东西就是防小三滑鼠垫。今天呢，两位老师啊，哦，他们非常非常的严格哦。什么样的这个任务呢？我先介绍他们出来好了。小布老师 ，Hello， 两位老师，大家好，我是Kevin。因为今天呢，要选出来今天报名的六月军团是军团中的严选，最重要是什么？你知道？他们都没有代表，很厉害，很厉害，很让人家印象深刻的代表作就是广告。哦，没有这样的作品，对不对？没有拍过厉害的广告。好像哎，慧茹有吧？就可是是有瘦身那个，控吧控控那个吗？啊，对，内衣有啊，内衣有，但是就没有印象，因为内衣其实太久了，太多人了，而且一直都有，你又没有在续约，也有可能是价钱越来越高的关系，也没有，后来也师姐就不能够，也对对，所以今天呢，除了带来他们自己最熟悉的产品是。为什么呢？因为要考验他们能不能够将来变成产品的代言人，有没有机会变成广告明星？这里最勇敢的第一棒啊，林依林依，林依就你了，林依。别看他介绍很多东西，网友讨论度很高。都是那种几百块的，你在干嘛？你看，我记得他之前有一个保暖袜什么的。我记得他每一次就是便宜的包包啊，对对对，还有便宜的衣服啊，或是韩国买回来的小物啊，我询问率都很高。但是今天你要介绍的是什么？今天我要介绍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我平常都有在用的一些就是保养方面的东西。OK， 那基本的一个广告就是15秒、10秒或到30秒嘛。哦，长青加油哦，长青。嗯，好。所以呢，这个我要去那边。英爱加油啊，英爱。林立文篇。好，大家好，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介绍的产品是真的，我本人有在使用的。我先打开给你们看，15秒，你们看，我先讲吧，不要偷来啦，你好，不能笑场啦，15秒，我太有信心而已，重点，因为第一棒会比较紧张，你好。来，老师，林立文 ，Take Two Action。OK， 你有斑点的困扰吗？你有暗沉的困扰吗？门已经开了，你刚刚坐在这边的时候，你说你是强调保湿、美白、美白。哎，你跟我立文这边，这边也斑点，那这边困扰。太紧啊！好失控的代言人哦。很不错耶！哎呦，我认真讲，好。林立文 ，Take Three Action。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呢，就是我平常就是因为我皮肤很干，还有好干。你跟小布老师换一下好了，小布老师你换一下，小布老师你先坐过来，好好对对对，找个镜。他总是你想要拥有跟我一样白皙无瑕的。很美的，对啦，相亲啦，来啦 ，Come on girl，good girl。林立文 ，Take 几啊 ？Action。你想要拥有跟我一样白皙无瑕的肌肤吗？请看，今天呢，这4款呢都是我平常有在使用的保养品。首先，因为我本身呢皮肤很干，然后呢很容易，因为皮肤白容易晒太阳会有那个斑点，熬夜又会暗沉，所以呢我平常就是很注重保湿跟美白。那保湿呢，主要就是这个机能型的化妆水，它就是你可以当化妆水擦，你也可以就是粘在化妆棉上湿敷整脸，早晚都可以使用，或者是你有重要约会的时候，你可以急救。时间到了吧？你是主持人吧？你一直在插话，就是一直听到。
持习惯了，你知道吗？他就是 Q 场，对对，他会在 Q 场 round down， 而且耳机里面都会听到，或者就是传说中会对着电视机一直对话的那个，那一种台大有没有？我连跟路人也会对，不是你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我的问题，我的问题。那我应该不要从头开始，我真的直接从这边啊，卡接卡接，但你还剩三秒，好，林立文 take five action。所以呢，早晚或者是急救时候可以使用这个，就是机能型的化妆水，湿敷或者是湿敷呢，或者是单当那个化妆水来擦都可以早晚使用。当然呢，最重要的就是美白，主要呢我就会使用这个美白精华液，然后重点就是晚上的时候趁没有太阳的时候擦完之后呢，稍稍的按摩一下，然后就去睡觉，隔天起来你的皮肤就会变成白水亮，就是会变得很透。所以呢，这三罐就是目前这些数量都是我自己本身有在家里囤货的这个数量。然后呢，美白之后呢，还有这个也是就是大家很熟悉很经典的这个精华液，擦起来呢，隔天脸会很滑。是会紧，所以擦完这两个隔天起来呢，就会变成杨锦华。哭很久，哭很久，还要再有点倒霉的杨锦华。哦，杨锦华，来，请请哇，这想多久？请向后转，请向后转，老师要投票。我还不能看哦，不能啊，因为不然老师又不好意思啊，老师。Daniel， 你是老板，你贵为老板，你进来。丹凤老师，美容业老板代表，对于各种保养的知识可说是专家等级的哟。三位老师应该是背对着，你觉得他真的可以拿下你的广告，你的产品愿意找他代言的，请举牌，一二三。哇，小布老师，小布老师人好好，对，你们这样。不是说不要讲出来吗？好，恭喜你只得到一票，三票你只得到一票，所以哇，不行吗？再见啊！不可能啊，你要真的吗？但杨锦华可能可以。为什么？老师要问你出在哪？为什么？凯文老师，我觉得他前面他没有把重点讲出来了。对呀、啊，杨锦华变成杨锦黄。是，那你觉得呢？没有给他票，为什么？丹峰老师，可以，我觉得他就是讲话声音太大声，有点吵。我觉得你真的适合，就是美美的站在那里。你看哦，好，你就摆 pose 就好了。Action。哎呦，美哦。对啊，美啊。哎呦，好多，就是很像你音乐，音乐有哎，这样就够了。对。我这个没有到四 P 啦，但是你看，它是一个。这是 Tiffany 吗？所以我会用它，但是就不要讲话。你的票数是这个意思。对对 对, 對，我会用它，但不要有台词。其实那些产品都不错啦，哈，小布老师。产品是很好啦，但我就说，如果我今天是那个品牌厂家的话，我还是会请他，但是就是不要讲话。所以你其实非常适合代言一个东西，就是吃的保养品。哦，因为不能边吃边讲。边吃边讲。你就只要吃就好了，你就不要讲话，对不对？我告诉你，他已经帮你找路，我已经帮你找好了。你那个吃相很难看的话，那是最后一条路了。就一直是讲，不是他可能喝一半然后还呛到。是，我连产品都帮你准备好。是，这个很有名啊。对对对，因为这个。产品其实我之前在节目上也有分享过很多，老师，谢谢老师，谢谢，我们自己来，好，来大家分一下哈，这个是不是可以？这是果冻的，哦，对，一个是冻，然后一个是喝的，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就像刚刚立文讲，其实擦的东西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个人还是建议大家要吃啊，就擦的东西也要擦，但吃东西也要吃，由内而到外，对对对对对。其实这个产品，因为之前我在节目上分享过好多次，但是因为它真的是很重要，因为我个人有一句经典名言嘛，叫做有的胶原蛋白。白不怕没人告白哇，对，所以像那个像立文现在吃的是胶原蛋白的冻，
就是果冻，然后它也有喝的。然后这个胶原蛋白，因为大家都知道20岁之后胶原蛋白就会一直流失，所以真的会建议大家，不除了你擦保养品之外，其实你吃的东西也同样要补充。哎，你知道补充胶原蛋白，其实皮肤也会变白，也会变白，真的，对，真的。对，因为当你的胶原蛋白排列很整齐、很紧密的时候，你的皮肤那个光泽感就很好。因为我自从就是老师有介绍，我就想吃看看，因为我们常常就是喜欢爱美的，对，又常常去整形啊，动动拉拉皮啊，动动手术。我告诉你，我每一次动手术，我第三天就是也就是最肿的时候，我就会请朋友来，然后来看。就是成果，因为参观啦，因为成果，因为哎，这弄下去都十几二十万，买新车一样的，就十几二十万，大家要来，你知道的，要来看一下，给意见。然后医生有一直叮咛，不管他怎么拉，再怎么样，你的胶原蛋白一定要补充的够，对，你的伤口，你的一切会恢复的比别人快，对，真的。所以那而但是胶原蛋白有一个问题就是，有的时候很甜，有一些牌子非常甜，而且有些会有一个腥味，对，因为它怕有味道，所以它要用其他味道盖过。对，还有就是，到底要哪个时候喝还是吃？是空早上空腹呢，还是晚上睡前？也有人讲都不一样。我个人是建议大家睡前喝啦，就你这个喝的话，睡前对，你可以睡前喝。但是像这个冻，你就可以下午当点心来吃啊，就是肚子饿的时候你就拿来吃一条这样。你只能一条吗？基本上一天就建议大概两条左右，就不要过量。因为这很容易。为什么你吃了四条？我吃了四个，因为我吃了四个不同口味，很好吃。对，因为它其实口味有很多，然后你可以，但是其实它里面的那个胶原蛋白含量都不太一样哦。对，因为像这三个彩色，它的胶原蛋白含量是1000毫克，然后这一个，因为它其实是有1500毫克，而且它里面还有加虾红素，虾红素大家应该知道嘛，因为它的抗氧化能力非常好，而且它抗氧化能力是维他命 E 的500倍哦，非常非常好。之前那个节目上牛文老师有讲啊，他说那个鲑鱼不是都会逆流产卵，对对，就是因为鲑鱼体内有那个虾红素，所以它的能量非常非常多，它可以逆流，对对对对对。那但是一般的虾红素并不一定是从那个龙虾或是虾子提取出来，其实虾红素本身是一种红球藻，对，就是一种藻类，它平常的时候是绿色，但是就是它发挥作用，比如说它发挥抗氧化抵抗这个外界的侵害的时候，它就会变成红色，所以你看你们刚刚吃的时候它其实是有一点点红红，对，就是已经在发挥作用的虾红素。所以吃素的人也可以吃，它不是虾子，它不是，不是，它不是，但是它那个洞藻类，但主要是那个洞，因为它是深海鱼，哦，对，它是深海鱼，所以吃素的话可能就看你吃什么素咯。我觉得它是深海胶原，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肌肤状况，如果说你是年轻女生，比如说你的胶原蛋白现在流失还没有很厉害，你可以吃这个，就是1000毫克的。我是建议吃素，因为现在吃素的人越来越多，吃素的人更应该要补充胶原。我说实在话，因为我自己吃素，但我是有吃，对，我吃素，但是我是有吃。因为它已经是五行了嘛，对，它是提取出来的。我顺便跟大家分享，因为就是因为我吃素吃很多年，然后之前就是吃到皮肤都变很干，就故意缩起来呢，然后我就去看皮肤科医生，然后那医生就跟我说很简单，你就回去吃2个礼拜的胶原蛋白，对，然后我就吃2个礼拜之后就好了。但是吃的东西还是提醒大家，就是因为现在食安问题很严重，所以像这个都是大厂牌出的，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的吃，而且其实这热量很低耶，对，这个才10几卡，这个才20几卡，热量都非常非常低，所以你都不用担心就是吃多会变胖，但是也不建议多吃啊，就一天大概2-3条左右就好。这样子一方面就是又可以就是满足你的口腹之欲，但是一方面又可以让皮肤变漂亮。好会讲哦，真的好厉害，是真的，接在一起。但熊猫讲的积极，换你了，我现在都不敢讲。好啦，因为我很爱晒太阳，所以我觉得晒后的保养非常重要。对，所以我今天要介绍的是晒后的一些东西了，保养品哦。对对对，好好好。好你也是选择30秒，30秒吗？好，好可怕哦。好，来，女儿我最大的 GG 篇。每到夏天，我要去海边。好的，如果有想要漂亮的，漂亮的去海边呢，一定很重要，保养是绝对要的。当然，那首先呢，在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最近我个人很喜欢的这个，它是一个这个美体按摩霜，然后可以帮你消除手臂啦、腰腹的一些肉肉，然后晒完。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湿。然后呢，这也是我这最近很喜欢的，它是一个两瓶一起使用的。这个好，它是一个两瓶一起使用的，然后就是可以让你的肌肤保水，因为在晒后之后皮肤会变很干燥。再来呢，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呢，我觉得因为我之前就晒太阳就有很多很多的斑点，然后最近你可以靠近一点，那个斑点变少很多，就是因为它良心推荐，哒啦！怎么好意思叫人家推进一点呢？按照惯例来。向后转，好，那这位两位老师，一二三，好，哇塞，恭喜你，你有两票，耶！为什么凯文老师，你说说看？因为我觉得积极不止如此。哦。我对这里面期望最大的其实是积极。而且，对啊，因为而且他开头开得好好哦，但怎么？你是说唱歌啊？对。因为他吸引人家的注意。对他吸引人家的注意之后，可是怎么听他讲东西都没有内容。是啊，好严格，这样才没有内容。不是，他只有讲补水、补水、补水，补什么水？怎么补水？而且他的脸就是很干呐，他只会说他就因为用这个，对不对？小布老师，说服力。但小布老师 OK 哦。对，我投你一票哦。他是假好人，假好人，因为很久没见，所以投你一票。好，那配久一点。来来来，老板 Daniel， 我觉得讲得很好啦，而且讲得又快又清楚，所以我会投一票。OK， 是是，所以你有两票，恭喜你啦。我们都知道，适当的接触阳光、晒太阳，其实是还蛮不错的啦，对不对？但是说实在的，你就是说晒后啊，要那个你刚刚介绍的产品，真的没有什么说服力，因为哈，对，是我的问题。没有，我觉得其实选对防晒品。你根本不用担心去做晒后的补救措施，你懂吗？当你选对防晒品的时候，其实你的皮肤不会受伤。对，你来，就重点放错了。对，我今天呢要推荐给 Gigi 的是这个东西啊，我先做一个实验，这瓶很有名。对，因为这对我这瓶拿出来大家都知道。好，我现在先做个实验，来 Gigi 帮我。好，来，我们呢，这个是紫外线测试的表，我们分别在两边涂上防晒系数相同的产品。这个呢是目前在市面上销售的非常好，然后呢很清爽的防晒。这边是我今天要推荐给大家，我自己觉得非常棒的，它针对这种长波的 UVA 拥有非常好的防晒的效果。我们现在把两边涂匀，接下来我们拿出紫外线灯照30秒。其实很多这种虽然说高防晒系数，可是如果说它本身的防晒的成分或者是它的质地太过清爽，它可能对于皮肤的防御力不够的全面。好，时间到，我们现在把两边一起擦掉。我们可以看到，你看在这张表上面，这一边完全没有任何的紫色，但是你看另外一边，它可能会出现空隙。其实很多这种，譬如说比较清爽，或者是呢高防晒系数，但是它并不能够真的保证全面式的为你达到皮肤的呵护。但是这一边，你看完整的紫外线的防护，才能够对皮肤真正有效达到保护的作用。哇塞！所以其实同样看起来是同样防晒系数的，但其实当中的学问大不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瓶哦，你会看到这瓶，有没有看到这次旁边有一个箭头，三个箭头？你看到这旁边有三个箭头，干嘛？这三个箭头其实分别代表了我们平常看到的太阳当中的三种不同的辐射线。其实辐射线当中有三种不同的波长。那一般来讲哦，其实大部分会让你皮肤，你看它有短的、中间的、最长波。那么一般来说，会让我们的皮肤晒黑的是中间的这个波长。那你平常都很怕自己的皮肤会受伤啦，或者是晒黑啊，其实它是 UVA 的长波。
一般来讲哦，防晒系数它是针对 UVB， 也就是中间的这个会晒黑的，晒黑的这种波长来做测试。但是你的皮肤会老，会有斑点，会有皮肤癌，都是因为长波。中间那一条，最长的这一条，因为它会深入到皮肤最深层，去破坏你的纤维母细胞的结构。大约几点的时候，那一条长的会出来？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它就存在了。是哦，天一亮。长波就出现了，所以只要你看得到东西，因为光线，你看得到东西是因为光线折射进入到你的眼球嘛，所以只要白天看得到东西，就有长的那一条，长波就出来了。可是这一瓶它很重要的是，它有一个欧盟的防晒标准叫做 PPD， 这个 PPD 它的转换数值33等于。PA 四个加的防御力，哇塞！但是是台湾团队，不行这样啦，好难受。我们摄影哥哥多，他有一镜到底的那种心情。对，你那个一镜到底，他已经准备好，就是他一镜到底那种痕迹了。就是走路还是要走？够快，你一浪吧，不要。这个 PPD 它的转换数值33等于两倍以上，接近三倍的 PA 四个加的防御力。哇塞！我先挤在我的手上，你们可以试试看哦。所以第一层一定都是薄薄的、均匀的，把它拉推开来。它其实有一点点这种 CC 霜的概念，它有这种 CC 防晒 CC 的这种概念，就是说它透过了微微的这种肤色的调整，让你上完防晒之后，你的皮肤就变明亮了。它能够让你，譬如说法令纹暗沉的地方啦，眼睛下面啦，或者是嘴角这种暗沉。那像我都会先薄薄整个脸推一层之后，然后剩下来的再把它用拍打拍在我脸部比较凸出来的地方，因为我之前用有一些那个防晒，它不是太油，就是擦了以后很干，所以这个是很保湿，非常之润，是不是？对呀，而且很自然，对耶，是很保湿啊，有了耶，对不对？就好像刚撕完法令纹，对，刚敷完脸，对，像不像刚做完保养？是啊，但是不知道去哪里买。这个品牌他们家有很多专门给有问题的肌肤来使用的，所以他们目前的通路都是在药局或者是大型药妆店，有药师专业的，有药师的才有，因为我之前有跑到药妆店他就没有。然后当然他们家其实你上网也可以买得到，对啊，我觉得要安心的擦才能够真的有好的皮肤，你就不用再去花那么多钱买晒后的产品，真的，而且这个好不粘哈。对啊，擦上高防晒系数的防晒乳，不但能抵抗紫外线的伤害，同时能预防肌肤老化。另外，微润色的效果能让脸部提亮，这样就能当个不怕阳光的夏日美人喽。我们唯一的模范生，我们最看好他就是慧茹。你要介绍的是什么？ Yeah. 你先慢慢讲，你要介绍。我要介绍的这个产品呢，是最近在网络上很夯，造成话题的。哦，对，然后就是最近很流行那种，不是，是精华液，但是它是属于抗皱保湿型的精华液。好，对，然后它是最近，老师你要去哪里？还要打板，直接打板啊！直接来哦！在这里，你知道你一来就压力很大，我还要边走边讲。是在这里吗？对不对？你要去那里拍是不是？他要从这里开始，他的 ending 在那边。哇，你自己还想好位置？动线有动线，好期待，好期待哦！好难哦，20步里面，十五步到20步里面，区域里面讲完之后，拿去那边看。对 ，OK， 看你哦，你要一边半脸擦半脸，在这个一边讲一边擦，这完全是要你们在我的身上才有这种灵魂啊！这条路要一边走一边讲一边擦，然后直接看 after。我觉得好可怕。四、三、二、一 ，action。所有30岁以上的女性朋友，你们也想像全智贤跟宋慧乔一样，拥有紧致 Q 弹水润的肌肤，看不出现在实际的年龄吗？今天我要介绍的这一瓶产品呢，是来自于 MIT， 它是呢跟韩国江南的医美做技术合作，但是是台湾团队。不行这样。
多，他有一镜到底的那种心情。对，你那个一镜到底，他已经准备好，就是他一镜到底那种很近，就是走路还是要走，够个力量吧，都拜托。表情很狠、啊，对对对，他超稳，蓄势待发，对他要跟你拼了，这样。拜托，潘慧如，Take two action。所有30岁以上的女性朋友，你们也想像全智贤跟宋慧乔一样，拥有 Q 弹水嫩紧致的肌肤吗？现在我要手上介绍的这一瓶呢，是来自于 MIT 的产品，它里面呢有丰富的蜂毒蜂王乳。双效合一的精华液，非常适合在夏天的时候呢，拥有保湿又可以紧致抗皱。现在呢，我就要挤在我的手上示范给大家看。这个精华乳呢，非常适合在夏天使用。当你这样轻轻的擦在皮肤上面之后呢，你就会可以轻轻的感受到你的皮肤呢。有保湿的效果，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有紧致拉紧。后面在说什么？没有啊，没有啊。我们在电视机外面，你怎么听得到呢？我现在都不想讲话。而且呢，这瓶精华液呢，它可以紧致拉提你的所有的动作，紧致拉提。对啊，对，而且到底要走镜头右边还是左边？所以现在呢，还在，我就要来让大家示范一下我擦完这个精华液的最后的效果。我感觉已经是一个时装秀了。对啊，刚刚有擦，请问你擦的是哪一边啊？这边啊，没有感觉有水润吗？没有，水润。赶快给我们看那一瓶是什么？没有吗？你没有擦的那边比较润呢。太紧张了啦，太紧张了啦，这很难，这样真的没有看不出来效果吗？看不出来。啊，怎么办？那我再多擦一点，浪费我们的钱。有一个重点，有一个重点。如果呢，你又可以预约 Kevin 老师的话，就请他来帮你做一些简易的按摩提拉的效果。绝大绝大绝大！什么意思？是拉票是不是？对，那有点。Daniel 来，是拉票对不对？愿意投票的，愿意给他，你觉得他可以投票？真的。好，他通过的，来，请举牌，一、二、三。哎，哇，这是一半吗？还是零？就勉强，是不是？勉强。半票，真的边走边讲已经很难了。他这半票是给你边走边讲。不是，我觉得这是整人节目吧。我也觉得是整人节目，我们好好介绍产品啊。不是，因为这个东西真的很难呢。不是，但看不出来啊。真的，我跟你讲呢，他需要那个按摩的手法。哦，对啊，在这边都紧张的样子，手都抖成这样，怎么按呢？我们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时间。就希望速效快一点，对不对？真的，而且尤其30岁以上的女性，就是希望能够一瓶搞定啊，就对啊，紧致抗皱，然后。又到底什么？他在研究，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但是因为它里面，我们不好意思讲啦，小布老师，你心地最善良，你讲真的有效吗？你说，快点，老师。因为我对他期望也很大，对，我觉得真的，好，来，去老师那边抢救一下。因为其实以我们的经验，如果今天要示范产品，其实眼睛会最容易看出那个差别。哦，对，比如说你的可能眼袋啊、皱纹啊，对，或者是那个干燥现象就会很明显改善。而且老化是从眼睛看的。对，有句话说得好，人老眼先老。老师你好，人老眼先老，好多名言，老师好厉害。他这里面住了一个70岁的老人，中文系毕业，很爱想。但是比杨景华好了，也是。杨景华那牛呢？啊，牛有什么？牛什么？是啊，因为羊会景华。哎呀！眼睛很容易就出现老化状况，所以为什么说人老眼先老嘛？哦，对，而且因为眼睛你
天都要扎上万次啊，就眼睛周围就很容易出现一些老化状况。然后重点是我今天带的这瓶眼霜可厉害了，对，因为这个其实是这个品牌，我之前在节目上有介绍过，因为他们之前在那个美妆大赏，他们的精华液得到网友票选的冠军，对，非常厉害。这是一个来自美国纽约很厉害的一个医学保养品牌，对对对对，有的时候他们家那个一包一包的面膜，哦，我今天有带来，我今天有带急救型的，对对对。那我今天先介绍的是它的眼霜，这罐眼霜有多厉害？大家先看我的脸。有没有感觉我哪边的我哪边的纹路比较明显？这边，对，因为我这边擦它，这边没有擦。哦，对，大家真的心里可以真的很明显啊，因为我如果很累啊，然后常常就是要如果隔一天要拍广告或者是要拍那个就是拍东西的话，急救我就用这个眼霜敷全脸。 对， 對，那为什么它那么有效？首先第一个，因为我们刚刚说这个品牌本身是一个医学保养品牌，所以它的 DNA 修护跟这个保湿技术已经很厉害了。然后重点是这一罐产品里面呢，它有12种的功能胜肽。胜肽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在那个美容界抗皱最厉害的成分就是胜肽，然后它里面有12种，而且它的浓度高达35%。哇塞，对，浓度真的很高，浓度真的很高。惊到我最近在拍戏，那因为拍戏常常要卸妆化妆卸妆化妆，所以眼角很容易会有一点点破皮，可能是视线破皮看不出来的，但是你会觉得东西上去会刺刺的。然后我就用这个眼霜厚敷去急救，对，去急救它，然后第二天之后那个刺痛的感觉就完全消失了。所以我觉得这一瓶眼霜是我每一次在拍戏的时候早晚都一定会擦的，舒服。你知道它为什么卖那么贵吗？就是因为它里面有添加双金，双金就是铂金跟黄金。对，黄金已经很贵了，但是铂金更贵。对对，因为铂金的产量非常非常少，对，它里面就加了铂金跟黄金。然后铂金跟黄金呢，其实就像刚刚慧茹讲，因为铂金跟黄金它们有镇定跟舒缓的作用，对，而且重点是铂金跟黄金啊双同作用的时候，它可以刺激胶原蛋白跟那个纤维母细胞的生长。所以为什么大家其实真的可以看我眼睛，我真的就是擦了大概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的时间，就这边的纹路啊变得比较不很明显呢。对对对对对，因为它就是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除了有生态，它有这个双晶的这个功能，让我们的胶原蛋白可以很好的维持住，其实就可以让你的纹路很好改善。根据他们实验结果，就是你只要用30天，纹路可以改善63%。哦，哇，这其实是很惊人的数字，哎，很惊人的数字，是深度跟数量都减少都可以。对对对，而且包括是静态纹跟动态纹都有效，而且因为它还有一个叫做缓释技术，缓释技术就是呢，当你擦上去之后，它会缓慢的释放那个有效成分，而且可以持续12小时。所以它其实有一个口号，就是说当你擦上去的时候，就像你整天都在戴眼膜，对，非常非常特别，真的明显。对，这是我的最爱。这个其实就是刚刚凯文老师讲，这个其实是冻膜，这其实是冻膜。来，大家好，吃一口。这不能吃哦，这不能吃哦。首先是它的包装很贴心，因为一般的那种冻膜都做一罐一罐的嘛，对啊。所以有时候，譬如我们出差的时候带，它冻膜，它是冻膜，对对对对。所以你出差的话，譬如出去3天，你就带3包就好。所以欣美姐，你可以在飞机上擦。对，它飞机上你也可以用。我都是在飞机上，因为它很，所以不用冲掉。就是你可以到你下飞机，对啊，下飞机你再冲掉就好了，再洗脸或是什么。如果你是睡觉的话，你就直接当晚安面膜，对，就直接当晚，它不可以不用洗掉。这个品牌它其实最厉害就是它的基因修护跟那个保湿科技嘛，所以在这个那个冻膜里面呢，它跟一般冻膜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一般的冻膜啊，譬如说一般冻膜你擦在皮肤上，它其实最主要是帮助皮肤表面的保湿，所以它上面会有一层像胶一样，对对，会有一层像胶，但是这个冻膜不一样，它是双向的。如果今天你们这个没有买到的话，你们一定非常失望，老公一定会被抢走，男朋友一定会被调走，因为这个东西就是防小三滑鼠垫，只要放在男朋友的办公室里面这样滑滑滑滑滑滑，整个世界都知道他是你的男人。双向，什么叫双向？就是它既可以从外面保湿，然后从里呢，它又可以刺激你的保湿基因，因为我们刚说它的基因修护很厉害嘛，所以它让你的那个保湿基因自己恢复那个补水的功能。就我们皮肤本身就是有补水、造水、锁水的功能，然后它利用就是双向，一方面从外面帮你保湿，一方面呢让你的细胞活化起来，所以这样双向协同作用之后，你的皮肤那个保湿力就可以持续很久很久。对。
我自己的用法是我通常就敷个大概3-5分钟，然后就把它按摩，一直按摩到它吸收进去，因为它吸收的很快，就轻轻的按摩，按摩到它吸收进去之后，然后我再擦化妆水，然后保养品。哦，好，这样子啊，它的急救效果非常好。那眼睛周围可以敷吗？我都有，我都有哎。对，每天敷一包吗？对，你就是每天用一包 ，OK 每天用一包。像我个人比较省啊，我有时候就是晚上用半包，白天用半包。我跟你讲，老师，你该不会是晚上弄这一边，白天弄这一边？老师，我比你还想，我一个礼拜才用一次，就当做急救。对，使用添加了黄金和铂金的顶级抗皱眼霜，帮你修护眼周淡化细纹，再加上保湿水冻膜，补水同时润泽肌肤，让你隔天一早起来，肌肤立刻变得水嫩又丰润哦。接着下来这一棒呢，六位军团里面我最看好他，实力对，你看出几个嘴，他那个嘴巴一看就是很会讲话，对，是不是很会卖东西，对，很有说服力。现在把现场交给杨美奖，女儿我最大，杨美奖 ，Action。好的，今天看到这几节目呢，就是你看到赚到，所以马上介绍办公室小物。身为一个资深的办公室的上班族呢，今天有这些东西推荐给你们。如果今天你们有这些东西的话，保证你们会在过办公室里面人气 number one。真的哦！所有的办公室的女生呢，不是女生，包括男生都喜欢条状的东西。有什么东西呢？你看 USB 插槽可以以一挡四，就是可以在办公室里面玩四P玩累了怎么办呢 ？OK， 马上就来睡觉，有个午睡枕，不要马上睡觉。好的，再来一个就是这个，怎么样？看起来就萤火虫造型。很可爱，如果你不想要趴着睡的话，没关系，我们可以就是放在后面这个地方 ，and 再用一个眼罩把它掩住。如果今天你们这个没有买到的话，你们一定非常失望，老公一定会被抢走，男朋友一定会被调走，因为这个东西就是防小三滑鼠垫，你要把你的照片呢放在滑鼠垫上面，然后你再放在男朋友的办公室里面这样滑。拿一个蓝光眼镜，夹式的夹在这边，我觉得用电脑再怎么用呢，我都不会觉得说我眼睛很头晕、很累什么之类的。那我这今天一整天呢，就非常的完美。所以我们的办公室小物呢，缺一不可，有了我，你们保证幸福满满 ，Number One 人气第一。不用了，真的要给他投票了，真的厉害。不过讲到办公室的东西，哇，老师更多了。对，我也有一些大色。对，其实。杯垫啦，我觉得杯垫很可爱，因为现在很流行复古。对，我今天会带一些很复古的东西。你看小精灵的杯垫，还有刚才有讲说4P 的 USB 嘛，对不对？哈，我这个没有到4P 啦，但是你看它是一个，这是 Tiffany 吗？行动电源，好可爱。然后再来就是镜片，这个屏幕手机屏幕。手机常会有指纹哟，这样可以，好赞哦！就这样子重复使用吗？不是，这插牛仔裤上就好啦。对，我都这样。牛仔裤擦得很干净哎，但有的时候这种东西你看就干净了哦，哎，好干净哦，超干净的。好的，来，怎么扔啦？新娘子，超紧张，我觉得我心脏跳好大力哦。为什么都没讲话？对呀，他已经很久没讲话。对，他后面压力真的太大了啦。不会的哦，我就靠这个脸，那我能怎么办？你是靠脸，对，不止靠脸，你是靠嘴，靠嘴，靠脸。你新娘子哎，正旺气，正旺的时候，新娘神哎，行啊，哎呦，哎，你要介绍什么的？就是因为你压在这里干嘛？我觉得他快跳出来了，很难得会这样子。他先叫救护车，我先救地。不是啊，你要介绍的是什么？就是婚礼所有相关的小东西，婚礼小物，对对对。女儿我最大 ，Lydia Action。一场婚礼呢，所有的细节都是非常重要的。今天从头到尾呢，我都帮你们准备好了。压身跳，对，会跳压心跳，压心跳。首先呢，婚礼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喜帖。喜帖要怎么样让大家觉得你很有诚意呢？就是个蜂蜡，蜂蜡你可以去客制化。客制化什么呢？就是你跟新娘新郎的名字，就说了吧。新郎的名字刻上去以后，你再一个一个的用蜂蜡把它盖上去。
手工，然后呢，再来就是婚礼呢，就是仪式的时候很重要。除了撒花瓣之外呢，每个人的座位上我都会准备一瓶香槟般的泡泡，就是你在走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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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时候呢，他们可以为你吹上祝福的泡泡。可以不要吹吗？哎，就一个。哦，婚礼完了就要吃饭了。吃饭的时候呢，因为新郎新娘会不断的要跟各位敬酒，所以香槟杯也很重要。香槟杯上面一定要有，像新娘就会香槟杯上面会穿上这样的婚纱，然后新郎的呢就会有一件这样子的 tuxedo。所以是只有你们的杯子才有。对。哦。我结婚了。每个人呢都会有一个杯垫，上面呢会有我跟新郎的名字，还有日期，因为日期很重要，是有意义的。然后因为这个杯垫很厚啊，我会要求的宾客们在后面写些祝福的话，然后在离开的时候交给我。真的好逼人，所以你是要回我还要为了你吹泡泡，吹完泡泡，然后还要再写一些，而且我还要花钱给你啊，对，而且我还没有那个新郎新娘的杯子。好不容易结婚，哪有送我们鞋子的？还有呢，不是不是，这是我自己的，这是即将结婚的新郎新娘们讲，因为婚礼一天下来真的很累，你站很久了，你要休息的时候一定要换上一双别有意义的球鞋，所以我就客制化了这样子的布鞋，后面呢就有写上，就是婚礼的日期，看得到吗？日期，然后还有譬如说像是 L 先生 L 小姐，好了。不管你们要结婚，你都可以准备好，因为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最后这个还不错哎，不错不错，有条理。slogan 救了你，对，后面 slogan 救了你，对，后面拉回来其实不错啦，但是我还是必须这样子哎。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好啰嗦，这场婚礼好啰嗦。老师 OK。小布也不 OK， 嗯，是因为我没有邀请你来吗？而且不是，重点是小布第一个举步 OK， 对呀，你放心，我觉得结婚你一定要有特色，那你都已经介绍，谁要跟你一样？没有啊，客制化的东西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可是你用的东西就都一样啦，所以我们不想跟你一样。那就 sorry 了，我抢先一步。哦，你想说 OK 啦，不错啦，好，来最后一个方怡，好，预备，他号称自己是。不老娃娃加上活动女王，可以，老师来看我。ET Action， 我今天呢要来介绍的是亚洲的美妆天后的秘密。这个美妆天后呢，就是我们的蓝心湄蓝教主，你知道吗？她为什么皮肤呢是黑的非常的时尚，但是呢她却是可以呢永远都这么发光。重点就是呢，今天要把她秘密告诉大家。会发光的乳液，因为我觉得皮肤黑的人，因为我觉得皮肤黑的人呢，对啊，一定要很少走呢，走去哪的时候呢，你可以选择这种亮亮的乳液，然后或者是呢，皮肤黑的人很容易让人家觉得说呢，你可能没有洗澡，身体呢可能会散发奇怪的味道，所以呢，香水乳液也是必要的。他现在但是呢，我现在介绍的这一款呢，洗澡又有味道，对，他现在这个意思，重点是这个意思，就是呢，就是这个。其实呢，有着那个很厉害的男生女生都会很喜欢的香味，重点是呢，它也会亮亮的，是什么？让你呈现出来的是呢，非常的重点是呢，我现在呢就拍给大家看，你看它的这个珠光呢是相当细致，而且好白哦，有差吗？你们看是不是差很多？有啊，一黑一白，有哎，有一黑一白，太白了。你是涂白，你不是亮，对，失望，我会给你跳，怎么跳？对，我觉得还蛮有诚意。Daniel 也不行，也不行。最后老师来叮咛我们一下，小布老师。最后呢，我要先跟立伟说个道歉。是为什么？因为这个代言人已经有喽，而且是我们非常知名的那个名媛，所以这个贵妇级的保养品，我要提醒那个 Lydia， 就是如果你要结婚的话，婚前6周就要开始用吃的做保养。对，而且你看它有很多种口味哦，有葡萄，有蜜柑，还有这个巴西莓，又有红石榴，这样子好吃又可以变漂亮又不怕胖哟。那你去哪里买？很多地方都买得到，商场还有网络上。来，好，我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方法。那对我来讲哦，皮肤要好，当然还是你的防晒要做好，挑选一个让自己能够安心的用适合自己的皮肤用的防晒品，你就可以不老。谢谢老师，谢谢大家。谢谢
谢大家。